Hello， 你说大家早安。妈妈，等一下要叫我。好，我们先说 Hello， 你是谁？你要跟大家讲说你是谁。我是皮皮。那你要大声啊！大家好，我是皮皮。那还有其他人哦？你看 Masa 过来了 ，Masa， 你有没有说 Hello？ 你有没有跟大家讲说大家 Hello？ 他太害羞了。嗨，你会不会说嗨？还有 Mia 在哪里呢？我们也想要跟 Mia 说 Hello。嗨，大家早安。Baby 要不要起来？哇，我们真的是压力已经大到一个到这里的程度了。我是你妈，对，你还知道，真棒。啊，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包成什么样子。我们先给大家看，我们阿公是我爸爸，对，你好聪明哦。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Hello Baby，Hello 雨慧，对，婆婆是妈妈的妈妈，他们也很幸福。我们以后应该就是这两天都会有直播，就是跟大家可以好好的聊一聊，爱怎么聊就怎么聊。然后下礼拜三一样一个玩具反斗城，然后就是法国见了。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搬家的进度好不好？来看哦，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现在这个叫做 private home tour， 就叫做紧急，马上就好了。什么事？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我们大家把东西带去法国包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Hello， 如萍阿姨也在看哦。对了，五万哈、哦。来，你看我们这边都已经空了，你现在能看到的东西大概都是不带的了。这个柜子还是要拆啦，熊熊就不带了，要找好家庭了。好、哦，然后像这个都不带了，然后但是我们会把厨具带去，里面还要塞满东西。然后像这些里面这个框子里面的也不带了，画也不带了。好，然后这个桌面上，这个上面是 Mia 最近在玩的东西，这会跟我们随身带。然后你看，都已经很干净了。然后这个围栏我们一定要带，这个一定会带，因为现在只是因为先把它放在这里，不让小孩子太近的看电视。来，你看看，爸爸超会包的，你看，两张椅子这样子包在一起，绑在一起。然后之后包装公司他们会帮我们再把它包起来，所以你看古董家具啊这些都包的差不多了。我给大家看，我觉得爸爸包的最棒的，你看，弟弟在哭，因为他很想跟大家讲话。妈妈马上来，我们可以看那个米爸最经典的一个，你看我们的书架哦，书架里面塞了不知道几台脚踏车在里面，这是他觉得自己最辉煌的一个包的东西。然后你看这边哦。这边大概总共快100箱的东西吧，加上家具。要不要看阿公房间？还有阿公的房间。然后看阿公的房间，我们再去看阿公的房间，因为连阿公房间，你看在这边，全部都是，整个家都已经是东西。这边收讯可能不好，所以等一下会断讯一下。等一下，你看这边箱子也都是要带去的，然后这些玩具都不要了，所以看有人自己来认领吧。床要带去的。我们大部分你们能看到的东西都不要了，真的。就可是我连送人的时间都没有，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的衣服啊，有些玩具啊，基本上现在连约人都没有时间来约来送礼物，太可怕了。好了，来了。好了，皮皮已经哭好久了。Hello， 这是什么？装明糕是不是？糕装明，小苹果走来走去好可爱。对，我们家小苹果一向就是晃来晃去的。好啦，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一箱吧。没有到最后一箱了，它已经倒数第几箱了哈。来，这一箱东西，爸爸已经想要打包很久了。我们家小朋友非常爱这一箱哈。你自己说，你要先玩哪一个？你要先玩哪一个？美人鱼。你要买人鱼，皮皮，你要玩哪一个？妈妈应该先看哪一个？他说他要猫咪。好，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雨慧问说，为什么我们全部家当要带回法国？这样回到法国瞬间堆满家里，不然法国家里是空的怎么办？那小朋友的东西不可能说丢了再买吧，我也没有时间处理啊，所以就喜欢的东西带回去。还有比如说，你看爸爸在这几年来啊，收了很多，像这个是原住民的椅子，对不对？这个是可能也是古董的柜子，这种法国买不到我们刚刚好喜欢的啦，而且非常的贵，价格大概贵了3-5倍。比如说像这个浙江的柜子啊，像这种柜子，那边是买不到的啊。那当初搬过来会买，
就说这是要带回去的，所以都要带去啊。Vanessa 说不能分批送过去吗？没有办法，因为我人不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处理，而且一次你干脆你比如说你报关费是同一笔嘛，那你就只是差一些费用一次过去算了，等于是一次省事，不然两次那边要报关啊，要弄两次啊，真的太可怕，干脆可怕完一次就结束了。Hello, Tina。好啦，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小朋友很爱画的东西好不好？其实这些已经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来哦，你看一大箱哦，有些以前是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啦，但是这几个月来他们有出一些新东西。那大家喜欢，等一下看，很好玩，这是我小时候都没有看过的一种新玩意。如果等一下大家有喜欢的话，你们就自己，我下面我没有连结，我没有打到连结，你们就自己搜寻那个咕咕嘎嘎亲子购物，他们现在全馆都88折，非常非常便宜，像有些东西都才200-300块而已哦。然后全馆88折，然后你买碗2880块，你看我买了两次，所以我两个，我都还没有，我故意没有开给大家看，等一下啊、哦。你买满2880块，你会收到像这样子的礼物。因为我们要回去嘛，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是这些啦，这些是一部分，但有一些什么，小孩的餐具啊，水壶、水管，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海滩店那种东西。然后我买了蛮多的嘛，所以他送两个礼物，我们大家可以来开礼物。好啦，哎呦，怎么是你？你在表演，哎呦，你在表演，他在表演特技。你要画画吗？你们要不要画画？我们家最长的呢，就是买一张这种白报纸，你看，买一张。好，你画点点，你要画画。好，弟弟先选他的点点，你怎么知道你的点点在这边？这个东西快被玩到烂的点点画，这个很好玩。来，我们先这个。好，一个来一个来，等一下、哦，一个一个说，你要什么，弟弟？你想。弟弟，你可以搬一张椅子来。我们家三个都很爱画画，所以要抢起来。来，米娅把那张椅子搬来。弟弟，你要玩点点画吗？我也会累了哎。好，没事。好了，你要玩点点画吗？好。所以弟弟要玩这个点点画，因为他常玩，所以有点烂掉了。然后这个很好玩，这就是给小朋友啊，他们虽然还不会画画的时候，你看可以用点的画。你是小蜜啊，我现在在讲这个，等我一下，下一个就是你来。所以你看他都要怎么用，你跟大家讲怎么用，说打开，人家打开呀、啊。然后呢，要怎么画？是用点点点的，对不对？你看，是用点点点的。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准备一个很棒的礼物，所以你们要继续看下去才知道礼物是什么哟。来，然后你看。啊、哦，你们自己画点点，你点给大家看啊。可是不用这个大纸的话，很可怕。小苹果也可以画点点，好不好？他们会到处点，比如说墙壁呀、啊、地板啊。来，你点，你看，它是用点的。比如说，你看，你要妈妈帮你点什么？我要你帮我点，我要口急了，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帮你点一只小猪，好不好？然后这是用点的，所以你看这样子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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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被他们玩的已经有一点那个颜色都已经有一点混在一起了，可是它还算不错了。你看我再帮你点一只小猪啊。那这种白报纸我们就去书店买，就是一张才10块钱，然后我们还可以正反用。你看我们这样就小猪脸点好了，我们可以帮小猪的脸画上。好，我帮你用，等一下嘛。我用左手哎，你看，然后你可以帮小猪涂颜色，我们涂颜色也是用点点的方式，爸爸也会点这个，比如说爸爸会点一些什么瓜牛啊 ，You want to do some？ 然后你看这样子，像小猪就出来了，有没有很漂亮？好啊，你也可以一起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家两个小的很爱用的点点画，就是这样子，很好玩吧？就点点点点点点点。哎呦，小苹果就直接趴上去。好，小苹果，你要拿哪个颜色？哎，你们要不要先穿那个穿衣服好不好？不，画衣，先穿画衣，不然等一下就那个了。那我晚一点再，我等一下晚一点会介绍到给大家看的礼物哈。来，等一下，来。第二个，米娅本来说要画这个啦。这个你看，像这种画本，哦，这是哪个牌子？哦，这是 Picky Story 的。
哎 ，Piggy Story， 来等一下。我讲到了不能画了、哦。为什么全部在我身上？你呀，小心小心，全部在我身上来了。好、啊，讲到了。哎呀，好痛！我找 Piggy Story 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女孩子气，它有男孩子的东西是 Piggy Story， 再这样子，你看。像这种啊，像米娅有时候出去吃饭的话，我们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包 ，OK， 你看里面有彩色铅笔啊，有画笔啊，然后也是有这种叫什么 glitter 的这种有胶水的东西。好、哦、，Masa 很可怕 ，Masa 每次画的时候都是很可怕，他还会吃嘞，他都是他 Masa 最喜欢画他自己。你们要不要在 Maybe let's take Masa to the space？我们让 Masa 不要跟皮皮挤在一起玩。你看 ，Mia 也在那边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一开的时候，三个就很乖，我就可以去做事情，不然根本没有事情会那个。我有两个点。那两个几点啊？我说点点这个很快干吗？会不会没干就容易晕开？不会哦，你看我的小猪已经干了，它其实蛮干的，你看。妈妈，我是要一个。啊、哦，你是点出一只小猫咪，好棒哦！我今天用红色，再用黄色，可以，很棒。所以这个牌子，它就是点点画吧，它就叫做 Dot Adult Art， OK。然后在 Piggy Story 它面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看有这种画本，像这种擦拭画本，这本是新的，因为 Mia 有两本了，我这本是要买给 Fifi， 因为她还没有这种画，对 Mia 她可以借你用。然后你看，一般就是用这种可以擦拭的笔，可擦拭的笔，像这种的，你看，像这种可擦拭笔啊，你就把它画在上面，然后画完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擦掉。然后你看，可以对照画，或是自己画。所以这是给菲菲，她接下来要着色的时候可以画。然后 Piggy Story 很可爱的是她这个围裙，竟然没有人要穿了，这件是谁的？是我的。这件是小红帽是你的。那个 Ballerina 是我的。你看我这个其实已经大概有哦，这个应该是从三月到现在，你要点吗？你要吗？你不穿哈。然后 Mia 的是我，因为 Mia 很爱跳舞嘛，所以我是给她 Ballerina 的，像这种防水垫，这种也是不错的东西，也都才几百块一个啦哈。来，小朋友都超爱画画的，对啊，他们在画画的时候比较不吵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快带过一个我以前写过文章的 Gibbies and Libbies， 来。所以这个是菲菲的，一个是菲菲，菲菲你看，这个菲菲已经画过 N 次了，这是一个，好，你要画这个三面，好，等一下，菲菲已经画过 N 次了，然后但是他只要每次一洗，你看就干干净净的，来给你画，可不可以给我好？来，然后这个是菲菲的，是游乐园公园，那这个是 Mia 的，我一直还没有给他开，因为没有机会，我觉得其实他其实也不太玩。这个，因为他太多东西可以玩了，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等着，等到他哪一天想玩的时候给他玩。怎么了？怎么了？苹果那么小，我就跟你讲，他小苹果都会把他弄到崩溃，小苹果都欺负你哦。他是来叫你阿嬷，是不是？他都不叫你姐姐，对不对？你看他不开心了，你看，来，我下面我没有打连结，可是我有把那个购物平台写在下面，它是咕咕嘎嘎亲子购物，很可爱名字齁，咕咕嘎嘎亲子购物，现在是全馆88折，满2880块还有送神秘小礼物，这些都是他们这里来的，我历年来的那种战利品，像这个也是其实今年年初就推了，我给 Mia 是买一个做蛋糕的，你看很可爱吧，米娅的是做蛋糕，这是全新的，还没有用。你为什么不要？你不要用米娅，然后他可以用这个笔画，他有自己附一个笔。紫色没有紫色吧？有紫色吗？没有了。这有紫色吗？你不要画米娅的啦，你们画起来又会，你画自己的。哦，哎，真的有紫色，你比我还清楚。对，他们常用，他们知道。我特别帮米娅留着，因为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用的时候，不需要全开。我很多东西我都是。能不开我就不开，哈哈哈哈，需要才开。然后像蓝色，像米爸就是想拆它很久了。比如说你看我这样子，这个就可以回收了，我这就可以资源回收，我就只剩下这样子装箱。没关系，等一下你要你看你自己的也可以开了，以后你可以画了 ，OK？ 你看你自己的，然后你看这个笔，像这个笔就可以拿来画。你看像刚刚这个美人鱼啊这种东西哦，还有有一个我很爱的东西。绝对非常推荐，一张才100多块钱哦。
非常便宜的，一张都才100块，它是有三张嘛，这才300多块，打完折300出而已，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啦，没绝对没有到400块。这个我以前就已经买过了，但是他们现在有出 Christmas 系列，我以前就是买普通的公主系列啊、城堡系列，现在他们这个是有 Christmas 系列，多可爱！不要吵！我坐旁边好了，他们太会吵，来这边去。他们你看，他们就自己三个就真的是这样子，哗哗哗哗，就不要吵我。可是他们会自己吵架。快接我！好，我给你另外一个位置。米娅，你可不可以过去那里一点点？来，米娅。好，我再过去我就没位了。你可以这个脚，这个脚也是很棒的位置。来，跨过来。就我拿不到了吗？拿得到了，小苹果来这里，我把整个镜头移过来好不好？所以你们都看得到，镜头也都玩得到，全部放中间，好不好？来。全部放好，好有礼貌。你看皮皮讲谢谢妈妈，全部放中间，你们都拿得到哦。你也会讲谢谢妈妈。可是小苹果会一直点我的啊。哦，真的耶。那我帮你拿这个罩住，我知道了。你赶快啊，你不要点他的，拜托。好了，他不要再靠东西。好了，这样子 OK。你看小苹果真的是来乱的，难怪我们打包都非常的辛苦嘛。你看，除了打包还要来调节纷争，实在是哎呀，好。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哦，这个我还没有给他们看过。这个我打算 Christmas， 我现在海运嘛，我 Christmas 的时候再拿出来。啊、哦，你看哦，你们不要，这个还没有要玩的哦，知道吗？这是我们回到法国 Christmas 才玩。这是一大张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张纸，我们可以把它贴在墙壁啊，贴在房间啊。你看这么大，哎，这么大，这么大。等一下。都是跟 Christmas 有关的一些题材，你看，这么大的纸，我们把它们贴在墙壁上，小朋友就可以着色了。你看，姜饼人、兔子，然后圣诞树。那我之前的还没有用完，可是那个不是 Christmas， 所以等到 Christmas 再画这个的话，就会有很那个了。来，等一下、哦，好，这个怎么收？丢给爸爸收好了。像爸爸就是基本上他装箱都不太留盒子，所以是这个哈，就把它折回去，或是把它拿出来。我是希望把它放在盒子里面啊，这盒子也没有占多大位置，这样就不会坏了，很酷吧？所以这个它的品牌是 Gibby Libby， 然后比如说你看这些笔呀、啊，还有这些餐垫呀、啊，也都是 Gibby Libby。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他们虽然是用点子鱼，他们都在乱玩嘛，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洗得掉，他已经点过很多次，还跟新的一样，所以是 OK 的。怎么了？我点一点，我本来不想要点到外面，每次都会点到外面，吵起来了。你要用这个笔来，你那个餐垫是要用这个笔的，来，爸爸给你看，爸爸帮他开这个笔，其实这是应该用这个笔画，可是那个笔拜托不要给菲菲。皮皮可以一天之内就把那四只破坏掉，皮皮太可怕，因为皮皮会拼命画，皮皮会把它的整面全部都涂满颜色，然后那四支笔就挂了，哈哈哈哈。几天一下，一天挂一支，四天就挂。那米娅比较小心，我们家皮皮跟玛莎他们两个，哇、啊，你太像太性感了，不行。他们两个破坏力太强。然后你看米娅就会自己乖乖的在那边画，所以你看像这个着色的啊，哈、哦，点点的、啊、都还不是最稀奇的哦，都还不是最稀奇的哦。所以你看这些就只是我们平常买的一些小东西啦，比如说你看着色画啦，这些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什么彩色笔啦、着色本，对不对？啊、哦，所以就像这个是可以出外带的啊，对不对？还有这个我还没有开。这是可以自己做太阳眼镜啊，哈，这个就是你可以把花粘上去啊，自己用纸胶带粘出一副你自己的太阳眼镜。那这个我都还没有开哈，像这种东西很好玩。我们现在要讲几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哦，这箱就快空了，来，还有三个，只剩三个，我就给大家看礼物了。来，我觉得这一次我看到，我觉得有惊讶到的，就是刚刚直播预告不是有讲到那个牛牛笔吗？它好好玩哦。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已经开过了，所以有点乱啦。我们这已经开过玩过，我还是会把它放回去，因为怕他们把它就弄坏了这样。你看他们像这样子一盒，你就有一些
模板啊，你看像这样子的模板，它是 ABCD 的1234567的，你把比如说你把这个数字拿下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画过去，以后就会有一个零的样子啊。心动牛牛笔，另外而来，我跟你讲，那牛牛笔多好玩，我都没有想到现在小孩子的科技这么发达。它就是好像它有好几组，每一组牛牛笔的颜色不一样。那我这一组是什么的？我看一下，我有两组，另外一组，我这组是海底世界吗？我另外一组好像是小马的，我不记得了。好，五支笔对不对？他们这边是蓝色、黄色，所以如果你不扭的话，基本上这就只是彩色笔，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哦，你看，总共有十支颜色，对不对？这个笔很好玩，你把它给我用的。BB 哦，米娅画得好漂亮。BB 你用点的，那个笔是米娅的，你的笔被你用坏了，所以没有用。米娅很专心的在画画，好吗？米娅很专心在画她的餐点，你们现在把餐点弄好，你们等下中午就可以在这里吃了。我的没关系，我只要这样子用手摸一摸。搞不好以后我们家助理画画是菲菲，不知道。好，来牛牛笔，我们把想要被染色的那个东西放下面。过半天的，那在我手上。哦，等一下洗洗一洗吧。你看哦，哎，因为他们常画画，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家常常那个 PO 的相片都是。都是花的，尤其是小苹果，因为他们都是自己这样子画的。因为我们要玩牛牛笔哦。你想玩牛牛笔吗？你想玩，那我们把这个先，我们把点点画收起来好不好？点点画最可怕的就是点点画了，因为他们都是玩的，就是到处点点的好开心。然后小苹果还有偷吃它的潜力。我们先把我们每次玩完一个，先把一个收起来好不好？留一个给爹爹玩就好了。爹爹，这个是黄色，在这边。好不好？爹爹，你去那边玩好不好？妈妈，可是我在玩。来，牛牛笔，牛牛笔，来，你看哦。想要被染色的那个东西放下面，所以我这样扭完了以后，我先画出来的颜色会是这个浅粉红色，然后才会变深粉红色。你要妈妈帮你扭吗？你也想扭哈？好，来，赶快来扭。米娅，你有想要？你要不要？你想要牛牛？你那好像不能用牛牛笔画。你想把那个放旁边，然后来画牛牛笔吗？然后这样子哦，一扭，你看，让他们两个头要接触哦，这样子哦，要 kiss 到哦，一、二、三。四五，然后这样子，这个上面的浅的颜色就在这个上面了。所以你等一下画的时候，它这个会先是粉红色，你看淡粉红色渐层，然后才慢慢变成红色，然后它就变成红色了。看得清楚吗？你看，会是先浅粉红色，然后变淡粉红色。我们可以拿两个比较，颜色比较明显的这样子。我们用蓝色跟红色来，一、二、三、四、五，有没有发现蓝色已经慢慢运到红色上面了？然后它其实可以用三个颜色，那我再加个绿色好不好？好，你给你牛牛笔，给你拿去，你去扭，那给你去。它一次可以最多玩三个颜色，所以我又加上绿色，所以等一下会先是绿色，然后再是蓝色，然后最后才是红色。我们来试试看哦，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画了。我拿一个拿信封，好可惜哦。等一下，四五，它你没有拿，你没有扭到第二个颜色。来，你看，所以应该先是绿色，有没有看到绿色？然后画一阵子以后，它会变成蓝色。蓝色慢慢出来了，等一下我这个纸太差了啦，我要拿一个比较好的纸啦，来啦。然后刚绿色完嘛，好，绿色，再来一下，蓝色慢慢出来了，然后蓝色出来了以后，红色就出来了，然后它的颜色就干净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好像就被会被染掉。它把这个蓝色画干净以后，它的红色又 OK， 又可以继续用了，你看。它就可以你自己随便要怎么样的渐层就怎么渐层，然后这有米娅做的卡片，你画错墙壁那就算了，画错也没关系呀。妈妈找不到你做的卡片耶，哎，刚刚有看到啊，在这边，所以你看哦，所以你看牛牛笔这样子做出来，你看，就是有渐层的颜色。为什么要把我的画？什么东西？我没有帮你画撕破，这不是你的，我没有帮你画撕破，妈妈哪敢？没有，你的花在这里，我没有撕破，它可能掉下来了吧？是不是这个？
它可能掉下来了，这个吗？对。你看，所以这个就可以画出渐层的感觉，看你怎么玩。这是米娅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玩渐层，然后后来这是她试着开始玩渐层笔，然后就可以自己玩这样子，可以玩蛋糕啊什么，然后自己贴成卡片啊，然后也可以靠着这些模板做出名字，比如说这个样子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画，名字就出来了。你看，我现在是可能这样子，等一下 G 就出来了。我现在是很吵的在用啊，因为觉得手不够用。它这样就可以做出不同的颜色的渐层 ，OK？ 所以每个颜色都可以晃，都可以这样子混在一起。比如说，你看这个蓝色可以配这个红色啊。比比，你有在扭吗？比比很喜欢玩扭扭笔，你是喜欢扭的那个感觉吧？扭扭笔，你看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画啊，它就你看红色就已经干净了。所以你看刚刚这个红色现在就已经干净了，有没有？它虽然刚刚有扭过很多颜色，现在就 OK 了，这样子。给你玩好久。好，卡片好漂亮，那是米娅自己做，那是她的父亲节卡片，她送给爸爸的，所以她就画很多这个模板，这些模板。给我。哦，那是要给你的，我以为你要送给爸爸的耶。然后像这些模板就可以有很多花呀，这看不出来齁，像你看这是花的形状啊，你看花的形状啊，糖果的形状啊，所以靠着这些模具，你就可以画出很多不同的东西来。然后它也有给你一些简单的东西啦，你看像这个样子的，你画完就可以贴在卡片上面。也有那个好像是送胶带，是不是米娅？那天你贴东西，他们还有送个小胶带，对不对？所以这个扭扭笔你也可以做出很多东西来 ，OK。还有送一支金葱亮亮笔，像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影片不是我做的啦，但是我一个朋友他来帮我们拍的。好，来再来另外一个很好玩，第三个我没有玩过，我不会玩，我们再来试试看。哎，第二个很好玩，这个是米娅专用的，这个我没有让菲菲玩，它这个有点像水彩的概念，这个米娅都已经全部画完了，这个是。哦 ，A B C D 在哪里 ？A B C D 在这里。哦，哪个是 A？ 这个是 A。B 呢？这个、天哪、啊！我发现苹果猜他爸的乐高，哎，他怎么猜到的、啊、？Hey, I think Mazza got some of your piece of your Lego。他把他爸的冰坦克拆掉了。These are your Lego, right？ 你看这几个应该是乐高的吧？是啊。他竟然敢猜 here right there， when did she get it？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猜他爸的冰坦克，实在是不想活了，我都不敢碰他爸的乐高，真的是。对，小苹果他是在他一边画画一边乱来。小苹果说嗨，你说嗨。小苹果有没有画我的猫？所以你看没有画你的猫咪，我还是帮你把你的猫咪遮住好不好？等一下，你不要那个湿的，你不要拿来遮，就先擦干。不然你的猫咪就湿掉了，你的猫咪在这里，所以米娅的猫咪那是用点点的。哎，我有目击，然后刚有人看到苹果拆坦克，是不是？可恶，我都没有看到，我待会去看重播。来啦，第二组这一个呢，它是有点像水彩笔的概念，但水彩笔会画的乱七八糟，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呢，是你只要准备一点点水。Do you mind to give me a very little cup of water? Very little cup.它这个笔其实跟彩色笔一样。妈妈，我在画你。啊，好棒啊！你好大。我好大呀！好，谢谢你。来 ，Hello， Stephanie， 还有 Nancy。它这就其实跟平常的这种彩色笔没什么差别啦，是软软，有点像有点加毛的。那它的特色就是说，你如果不加水的话，它的颜色会很深。那你只要加一滴，只要一滴，你千万不要加多，不要整支笔泡进去，你就只需要这样子一滴哦，一滴。OK， 它的颜色就淡了。刚那个呢？你看，刚本来是很深的，它的颜色就变淡色了，然后就变得有点像水彩一样。如果它变深，这样就画得很快。那如果你不加的话，它会很深，我觉得水会很快用完吧。所以我会加一点，你要这样看才出来，看得出来了，这样子。妈妈，你画好了。它就有点晕染的功用，你看，它就可以变得这样子很淡很淡。妈妈，加一点水，你看，就像是水彩了。但是不会弄得到处都是。那它这一组就只有五个颜色。那米娅，然后它有很多给你很多，它有给你很多这个画纸。米娅已经全部画完了。好棒啊！谢谢，我好漂亮啊！你有没有记得帮我画眼睛？哎，真的有哎，这是我的眼睛吗？
这是我的眼睛，还有嘴巴，还有我好长好长的脚，哈、啊，好棒哦！你看我的嘴巴，好可爱哦！谢谢皮皮，你可以再画爸爸吗？你可以画爸爸了吧？那他这个有附很多画画啦，他等于是数字画，他跟你讲说，比如说这个是用二号，二号是紫色，蓝色是五号，还有跟你讲每一个地方用什么颜色做，就是一二三四五五个数字，他本来是全白的。那米娅两天之内就已经把它全部画光光了，因为是公主的马，对不对？米娅，你说你最喜欢哪一张？有马这张是不是？你最喜欢这张跳舞的？哎，不对。这张米娅最喜欢这张，所以你看它有沾这个地方，它有沾比较多水，所以就会比较淡，所以就是很像画那个水彩画，可是不会有水彩画这么可怕，画的全家都是，它就只是一支笔沾点水就 OK 了。你看这有城堡的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跟你讲说用一号笔、二号笔、三号笔、四号笔还是五号笔。哦天哪，几张你全画完了，你看它全部都画完了。妈妈只有那些边边。哦，画框，哎、欸，还有一张还没画，哎，这张是多的，你要画这张吗？你看，不是那一，那张是另外一盒的，是不是？我们有两盒，然后这个是它的画框，一个是娃娃哥哥的啦、啊。然后你看画框在哪里？它有数字吗？画框它就没有写数字了，你们可以高兴怎么画怎么画，所以画完以后你就可以把它装在里面。所以你看，它都已经画完，好厉害哦。OK， 所以沾个水而已。好，第三个我真的不会画，所以这个也不错。哎，我们今天要送这个东西哦，来请大家分享。 OK， 公开分享留言。我们今天你告诉我，你是想要牛牛笔呢，还是像这个叫，我们要叫它水彩笔吗？我们要叫它什么笔？哎，水水笔，水水笔，因为是要沾水的。你想要 水笔、啊、因为它要沾水。那我不给比比玩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力道还有点弱，他会把整支笔就灌下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OK， 就会太大，再就画，然后就画不出来，因为就会是一大堆。比如说，你看他笔笔画会整支水沾进去，对不对？你就会暂时画不出来，要等到他一阵子以后才会再画出来。好了，我借你玩，我借你玩。我手也一点点沾，因为我刚刚有洗这个，所以手变得有一点点没有这么干了。这样子啊，你要去洗手了，好，小心一点哦。洗完手记得擦手，好不好？所以小苹果还在努力的画画。小苹果就是创意涂鸦，我们家就真的是很常放一张纸，你们三个就自己去画吧，然后就全部就去脏了，然后那三个一起抓去洗澡，就是这样子。我只能这样子放牛吃青草了。来啦，看你们喜欢水水笔、牛牛笔，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玩过的，我们大家来试一下，叫做喷喷笔。是，这你没有看过吧？吹吹笔。只要你一吹的时候，在旁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你一把笔再打开，再来用在那个前面，再来你用力吹，就会有颜色从那里跑出来了。你玩过吗？哦、你怎么知道？你是看过 YouTube 是不是？我是看到外面。你是看到外面。来，我们来，我把这边收一收。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喷喷笔，觉得很脏，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来了，这盒我真的没玩过，我们来玩玩看哈。来了，自己公开分享哦，看你要水水笔、牛牛笔，还是这个叫做喷喷笔吗？哎，真的叫哦，喷画笔，它是用喷画的，然后把它移过来。这个我真的没有研究过。他说好像是说你有一个工具吧，你把笔放到里面，它的颜料就会在里面，然后你是要用喷的。我们来试试看哦。这个我还没有开过。我有朋友开过，他那天在这边，他有来玩过，可是那天我没有理他，所以来，这也是拆过的那一盒吗？这组是拆过的，还是因为已经有点他的我的，我们有点混乱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好了。妈妈，我爸在这里这么远，他们居然拿得到。OK， 来看一下哦。他说第一个不要对人喷，好，第二个不要对人喷，要几秒？要五秒。OK。要放进去五秒才可以，然后一样，它有很多画板，你可以你就只要把画板放在上面，你就喷，然后就会像有点像喷印上去这样子。等一下哦，比如说，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来喷一个太阳好了，你看它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些地方，先把它的模板这些地方弄掉，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画板，这些画板其实可以留下来的，你也可以配合那个水彩笔呀、啊，刚那些牛牛笔一起玩，他们是同一个牌子，是美国的 Ren Art， OK， 所以他们这些模具其实都可以留在一起。所以你看我这样子，我待会这样喷过去以后，应该就会有一个太阳的模型了。我们来试试看。哎、欸，不要吵，不要吵，没关系。好，等一下，先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OK。所以有几支笔，可以给妈妈一下吗？米娅，给妈妈一下，总共有几支笔？所以可以先帮我算一下。米娅，米娅，我不用全，米娅，我不用全部拿出来，我只想看有几个颜色，好不好？所以有几个颜色，你刚拿几个颜色出来？好像还有那个是不是？这个也是吗？这个是牛牛笔。哦，这是牛牛笔，是这个吗？我搞不清楚。啊、哦，这个也是，是。六八十十二，所以这一组有十二个颜色。还有这个来吹住。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还有这里是放笔的地方，在我们就在这。好了，我真的不会。我来帮你。我要先我来放好不好？来，先放进去。你要往下哦。我来帮你放。你要放好哦，不然会失败哦。放进去，然后呢，你就放进去，等一下下，然后移六到八公分就可以这样子喷过来。等一下。好，先等一下，那等一下你要对这个喷，你要对这个喷，好，你要吹气，哎呦，直接被它摔过来，你要对这个模具喷喷看，会吗？会吗？你会不会喷？行不行啊？要不妈妈先试试看啦。好，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吧？哎，这怎么样？好，喷，喷这里，喷这里，喷这里，哎呦，你看，你看，你看，哇，喷出来了，你看，喷出来了耶，真的是喷画。你看，哦，你也在喷什么？你也在喷吗？哇，你可以啊，真的喷得出来哦！哇，还可以顺便练个肺活力，好好笑、哦。Baby， 哎、欸，玛莎，你要不要喷喷看？你要不要喷喷？嗯，有，不是不是放嘴巴里面喷了、啊，哎、欸，不是这样子喷了、啊，哎、欸。你还没喷完，帮我把这个喷完，好棒！离远一点点，米娅，离六到八，你可以离远一点点这样子的，要不然帮你喷这样子。啊、哦，你看，离六到八公分，不用这么近的喷，有一道，高远一点，远一点，米娅，离远一点，远一点啦，远一点喷的比较均匀啦。太近了，米娅，米娅，这样子的距离是这样的距离喷，你看好了，所以这样喷好了，所以一个太阳就出来了。其实他刚刚喷太近了。在我那个上面。啊，反正后面没有关系。来，其实他只要离六到八公分，你知道随时换一支笔。平常那支笔应该就只是色笔吧？我试试看。你看，平常就是色笔，普通色笔而已，好厉害啊！你看，然后你只要把它放这样子。我想要那里一支粉红色笔，我想要缺粉红色。好，你试试看那支，你喷喷看。妈妈喷喷看，我来喷喷看。所以只要这样喷过来，放进来以后。哦，你吃好了，离六到八公分。你比我厉害，我喷不出来耶。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啊，要卡到里面，对不对？哦，要压到里面，这个地方一定要卡到最里面，一定要卡进来哦，卡不卡进来弄不出来哦。妈妈喷我了。嗯。有没有看到，它就喷得出来了，所以它是有点喷画的感觉。来，好好玩哦，弟弟，你喷得出来吗？你喷喷看，等一下要擦一擦。来，肺活量应该不行吧？弟弟喷不出来，弟弟还是小朋友啦。弟弟，你说抱歉，我还是小朋友，我喷不出来。等你大一点好不好？那个不能吃哦。太换我了。等一下，你可以给妈妈一下。你先拿水彩的好不好？你都没有玩到水彩的，那来。好，米娅换一下粉红色的看看。米娅不要太，不要离，这可以把盖子盖起来吗？所以看我们家好混乱哦。哈，菲菲在哪里？菲菲刚跑去洗手。帮我擦擦。擦擦手在哪边？你去那边擦啦、啊，在那边布在那边。来，米娅，我要看，你不用太近。米娅现在她想要自己弄蝴蝶，所以不用太近哦。对，你看这样就够了，远远的，你看，这样就喷出来了，没有白白的地方，还要帮它喷一下哦。你看下面这边，下面还有边边上面，所以你就可以靠着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喷出，其实可以喷出很多不一样的渐层啦，比如说上面要一个颜色啊，下面一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了吗？还有点白，还有点白白的，喷过去一点点。喂，好了。来，我们给大家看好不好？一二三，
噔噔噔噔，你看这样子喷花就出来了，好不好玩？米娅好不好玩？那我们来看它这组还有什么？我们看它这个牌的，除了喷喷画以外，它应该有些模板。妈妈帮我打快，帮我打快，那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过文章，我没看过。我想加水，我想加水。好，你想加水，好，给爸。好，第一次加一点点就好了，知道吗？一滴滴，好，可以了。你去画吧，你看你要画在哪里都可以。你帮妈妈画衣服好不好？不能用我。没关系，米娅，我让他现在先用很少很少的水，知道吗？不要加太多。你看这个喷喷笔，就可以画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喷怎么喷。把刚刚那个模，好，你把它放平，两面都可以用。你给大家看，两面都可以用。我需要鱼的那个小鱼的。这边都有，所以这边有什么？鱼的。这看不出来，有乌龟啊，有乌龟，有鱼，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模具啦。OK， 你们剩下的好多哦，还有小马啊，这有 My Little Pony， 这个是马，我给大家看那个好了。妈妈，我也想要用哎，我都不懂。所以你看，你喷出来以后，就像这种感觉，可以用马呀，用海底世界呀，你看还有这么多模具，所以很好玩吧？你们可以去官网看面，我其实不记得他们官网上面清不清楚啦。OK，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过文，我只是发现的时候觉得很好笑，买来玩玩看，试试看，哎，还蛮好玩的，真的喷得出来。小朋友米娅是过两天要六岁了，喷得出来，只要间隔6到8公分，就可以把色彩用喷的喷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你看，比比，你现在你看，像比比刚刚，你看这样水加太多就没有颜色。比比，你刚刚水加太多，以后只要用一滴滴，然后你就一直画，一直让它画，画到不要再加水了，这样不用再加水了。这样就够了，已经太多了，你就让它慢慢画，再画一阵子，它的水就会下来，是因为它刚那个水彩都被颜色都被水冲走了，所以再等一下，妈妈帮你多画几次，来，妈妈帮你画，这样子，多画几次以后，等一下它的颜色就会回来，可是要等一下，所以我不太敢让那个菲菲玩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每一支笔我都要画很久，颜色才会回来，好，慢慢回来了，你看，颜色慢慢回来了。好，回来了，哦，好，终于可以来开礼物了，哦，实在是，他们现在各玩各的。米娅，比比，你那个不要再加水了，你再加水它就变白了啦。你现在可以画了，你现在加好水可以直接画了。来，我们来拆礼物咯。妈妈，等我一 下。我先拆，我可以，你要拆你自己的是不是？对。这个我是买这个啦，我是买这个送给米娅当她的生日礼物，因为她之前的那件衣服现在已经给菲菲了，你要看吗？这就是在那个咕咕嘎嘎买的，他们耶， yeah， 好了，这全部都用完了。妈妈，可是我这个是米娅的，比比，这个是米娅。哎，你干嘛打开了？米娅，你不来，我要开喽。之前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生日的时候，米娅是穿一件灰色蓬蓬裙，比比穿蓝色蓬蓬裙。那最近我们有在那个大船旁边照相。在大船旁边照相啊，那件粉红色的已经给弟弟穿了，那妈咋穿蓝色，我就再买了一件这个送给米娅。米娅，你要开，我可以开了吗？妈妈，我要自己开。那你要开给大家看吗？我现在要开了。妈妈，你把小苹果开。我要先开你的，你的最漂亮，我想第一个开，你只要过来打开礼物就可以了。 OK， 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啦，那以前已经有粉红色，有蓝色，那我现在自己很喜欢这个颜色，来打开咯，很漂亮哦。虽然不是粉红色，可是你还是要喜欢，知道吗？不是说什么东西叫粉红色的，这是也是咕咕嘎嘎家的啦，这是 mini 曲曲，漂不漂亮？很喜欢，喜欢吧。虽然不是粉红色的，但是你看，这是我给他的一件蓬蓬裙，我就只买一件这个就送礼物了，你看有没有很漂亮？他去年生日是穿粉红色的，那我今年生日给他穿这个深灰色，我觉得颜色非常漂亮，很典雅，所以这是今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啊，他就有送礼物哦。妈妈，我想你要哪一个？你自己选一个礼物。你要选哪一个礼物？妈妈，我想要。刚才想什么？要花花，那我帮他拆礼物好了，记得哦。咕咕嘎嘎，你只要买满2880块，然后他就有送这个礼物。那我朋友是收到乐高箱，正版的乐高箱，一个1000多块的四个圈的那种乐高箱哦。那我们来看我们收到什么好不好？
他下不来，他下不来。没关系，没关系。米娅画作等一下再说，我要拆礼物了，知道吗？画作了。画作需要哭吗？我不想要画作。好，那你可不可以等我等一下陪你一起画？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陪你画，你画作我没有办法帮你。你先收起来 ，OK？ 你先收起来，不用这么紧张。他不能接受错误的。等一下，画错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图形，好吗？没关系，我想要这一个，这不想要。你想要乌龟壳是不是？好，那我等一下帮你处理，我有办法。我知道这一个。好，我又想不到好办法了。这个、是宝石，这个才是乌龟的壳。它其实哦，那是宝石。好，那我等一下可以帮你，可是。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因为妈跟你讲，米娅，因为你那个边边你没有把它压满压扁，你要把它压紧。我们也可以先拿胶带，不是米娅，米娅，我们可以先拿胶带把它固定。不是你，米娅是纸，米娅是纸 ，OK 是纸的关系。所以你看嘛，包装怎么会快嘛？整天搞他们三个，最好都还可以包啦。来啦，开礼物啦，看我收到什么礼物。这看起来不是乐高盒，我的好像不是乐高盒。说都不是长说上三千块的礼物哦，来哦，大家就这样讲啦，就是啦，这个啦，你看什么咕咕嘎嘎亲子购物网，我都有贴在下面给大家。来，这是什么礼物啊？我没有刀，我就直接拆的了。来，这个给你，你要拿一个礼物。所以已经全馆八折了，又还有送神秘小礼，哇！刺猬包一个，大家有看过刺猬包吧？太赞，哇，好漂亮！这个基本上是上千块的礼物哦，是1580吧？这我很熟了，因为比比有一个是米娅啦，小时候有个粉红色的，有没有？现在有一个蓝色的，是要给谁？你要还是小苹果呀？你的是什么颜色的？我画错了啦。Can you play with her? Because she's very frustrated.来，要爸爸陪他，因为米娅，你需要大人帮忙好吗？你不，米娅，你如果画画，米娅 ，OK， 修爸爸，给爸爸看，你自己这样一直这样子猛猛的弄，爸爸陪你用。Because I think you need to secure the paper。你看，怎样？爸爸陪他画。没有，就这样子，就这样发脾气。米娅的脾气真的是，你看，她跟爸爸讲，她跟爸爸。不可以。等一下，菲菲，你这太多水了。好，你看，被大家看到他平常这样抓你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打回去。谁要去罚站？谁去罚站？谁打？谁去罚站？好了，给大家看现场，就知道他们平常怎么打来打去了。哦，你看，又抓他。玛莎 ，no， 没有抓姐姐，还趁机打一拳 ，no， 没有，你不要打姐姐，没有打姐姐，为什么生气？哦，是摸摸，还假嘞。我 Alan， 我有包纸包回法国了，哈哈。爸爸要教他怎么做，你看米娅用了，所以你看，这是我第一个小礼物，不理他们，真是的。我要看第二个礼物，来了，自己上官网看了，他们有什么东西都很清楚。我来看第二个礼物，爸爸在帮他，爸爸在教他一起做，因为米娅刚刚手要画的那个纸没有压紧，模板也没压紧。就亏不漂亮了。How is it? No, it's not good because it's too many layers or whatever. 因为你那个地方太多水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Can we do it later?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妈妈，这个是谁的？小苹果的 Hello Kitty 啊！你看，这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餐具组。所以他们的礼物其实是很棒的哦。我刚开始以为他们只会送个什么不知道送个什么东西吧。可是原来是很棒的礼物哎，你看，哇，限量版的 Think Baby 哦的餐具组是 Hello Kitty 的耶。喂，你看，
一个一套这个，还有 Think Baby， 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全台湾大概卖的最好的小餐盘吧。你看，这是神秘礼物哦，太赞了！我不知道你们会抽中什么啦，哈，因为它好像它有很多个上千，都是上千元，价值上千元的礼物，买满2880块就会送上千块的礼物。然后你看，哦，这是一个那个保冰袋，耶，好棒哦！你看，耶，好棒哦！全部好，全部打包。好了，结果姐姐爸爸去跟姐姐沟通了，因为你看姐姐真的是太会发脾气，我们家米娅真的是很容易觉得到挫败。我们爸爸现在在跟她好好的沟通一下，看看会怎么那个，再跟她沟通什么，看一下。哦，他在给她看我出国的旅游日记，然后另外两个就继续画。嗨，然后只有你看现在。残局有这么惨，我刚刚拆的我都还没有机会，我现在又要收了啊，哈哈，收不完了。然后但是这些笔哈，我们是连框都不会带了，像这个笔我大概就是直接拆了，然后妈妈因为不要空位吗？妈妈在米娅的位置上。你为什么在米娅的位置上？你可以不要画米娅的东西吗？她会生气耶，好不好？ Hello， 长豪哥哥，你说 Hello。好啦，所以你看现在两个女儿，老大老三跑去找爸爸了，啊，老二跟我在这里画画，这样子好棒。所以我这样你看现在这些啊，拆一拆就可以全部装箱装到法国去，像有些我们会随身带啦。我们再来玩一下那个喷喷笔，超烦的，超烦的啊。这个喷喷笔其实没有很难用，刚刚有人说太累了，其实你我们大人喷是还好，就只要这样子啊，你看轻轻喷就可以了，你不用喷太用力。你看，就可以喷得出来了。它就只是淡淡的一层。好，你不用太远，你对你这样子喷，这样子皮皮真的喷不出来，它年纪太小，喷不出来。它只会喷出一大堆口水，咦，都是口水，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好啦，我们今天我其实想分享就是这些，来跟我们聊天吧。想要聊什么？你看 ，Masa 就是全身绿绿的。Masa， 你看那里绿绿的。脸已经是全红的了，你看 ，Masa 的脸脸是红色的耶。来哦，记得分享今天的直播。妈抱你，你要上来是不是？上来抱抱。然后你要看看你是想要牛牛笔，还是水水笔，还是小苹果一只？哈哈哈哈，这个不送。牛牛笔啊，还是喷喷笔？然后我所以最后抽一个。抽一个送好吗？看谁抽到了就有可以抽中那个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哦，水水笔啊，喷喷笔啊，还是什么东西都很好玩。牛牛笔我觉得很有特色，其实这三个我真的蛮爱。其实那个点点画也不错，大家可以去看看，刚刚他们用那个点点点点点的，真的也蛮好玩的。 OK， 所以只要他们不吵架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可以画很久。要撞到了，嗨，马小，你偷吃追追哦，你找到你的追追啦，妈妈。哟，妈妈，就是这样子啦。来啦，我们来看看，我来看一下留言。今天真的太混乱了。今天本来有朋友说要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好奇怪。直播打架是不是？哦，真的是直接打架。他们两个每天要这样打好几次，哎。马扎会打菲菲，然后菲菲就反驳，然后两个哭成一团。你有没有乖？你告诉妈妈你乖不乖？这是盖子啊，可以在这个下面吗？这个可以吧？这是同一个的吗？对，这个可以盖起来。OK， 你最爱谁？你最爱妈妈对不对？对，谢谢。娃娃哥哥，我不爱娃娃哥哥喽，娃娃，因为他都没有来陪你玩，对不对？对对对。对，你最爱妈妈。那 Masa 最爱谁？最爱妈妈。那 Mia 最爱谁？最爱娃娃哥哥。Mia 更不在乎娃娃哥 ，Mia 最爱妈妈啦。好，我看到以后你们都还什么？对吧？我看有看到很可爱留言，我看到你们还是以后想要三个孩子，然后呢，我要看这留言，最好都是女儿小公主们。哦，三个孩子真的，我觉得是蛮混乱的。是我们刚开始以为第三个就只是多一个小孩嘛，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他们两个年纪这么近啊，我们突然世界大乱，不是只是多一个小孩，只是感觉好像就是超过了那个负荷量，然后他现在慢慢习惯了啦，现在慢慢习惯了睡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想要三个小孩子的哈，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经济上面要 OK， 然后要时间照顾小孩方面，真的真的是我觉得都是每天在练那个耐力体力 patience 叫什么，真的就是对小孩子那个忍耐度真的是很可怕。还有跟先生啊，说你看我跟爸爸每天就忙着吵架就好了，因为你看这个时候你要包东西，小孩子又在乱，你刚包完了他要拿出来，然后你看我们其实包是不是还是要整理家里，每天一样是整理家里就整理不完了。你看他又上来画了，他已经又是这个样子啊，你继续画。所以至少啦，他们就是还是都是没有玩 3D， 就是画画，就是这样子玩。那好，你说打开，不会说哦，喵喵喵啊，就谢谢。所以最好气的是他，我们就在涂鸦，你就每一个都打开就对了。哇！哦，好，你说谢谢。我吹不出来了吗？来，好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为止喽。我要去找米娅了，我要陪她。你吹不出来，我要陪她来那个完成一下刚想完成的东西，不然她会抓狂吧。啊、哦，好，谢谢，我吹，不可以对人吹，要对下面吹。嗯，好，我好忙哦。为什么？你看两个就已经很忙了，没事不要生三个，真的是。好啦，跟大家拜拜。爸爸。好，亲一个。爸爸。说爱。爱。爱你。爱你。谢谢你。谢谢你。很说明天见，明天打算还有一个直播，又另外一项要包的东西了。好啦，大家拜拜，赶快去吃午饭吧，拜拜。拜拜。拜拜拜拜。